想找个跑酷吉尼斯世界纪录保持者给我爸当代驾。你爸呢？在那边，他俩绕过去。行行，走走走。来呀，走啊，赶紧啊！谁呀？我给你找个代驾。没喝酒，你叫什么代驾呀？人家是高级代驾，要不是因为是我朋友，我都约不上。叔叔，您上车。哇！哎，您好，小杰代驾为您服务。代驾怎么不走车门呢？这是他们店特色，为了不消耗车门的使用次数。妈、啊、呀，有这功夫干啥代驾呀？这不是生活所迫吗，叔？哎，对，您等我一下啊。哦，妈呀！这又干啥呀？叔，您喝水。您再等我一下啊。哦呦！妈呀，这又干啥呀？观察路况去了，比导航直观。四环不堵，咱走五环吧。行。牛逼！您稍等啊。目的地到达，您给个五星好评。行行行，好好好。小伙，你的身手可以啊！你教我两招。行，那我教你俩简单的。啊、行，哎，不难，哎，不难。哇、哦！哎，叔，该你了。哎呀，去吧。行。抖音。